让你成醒，别叫我。小子，这看恐怖片你都不恐怖吗？那你看爱情片也不见得有爱情。哎，说真的，你不觉得那个老爷爷怪怪的吗？他说他太太的时候，今天我们吃饭明明没有坐在那儿。 说有人在那坐着多吓人呀！你别瞎说，他太太不在，也可能有别的原因啊！我逗你呢，你以为我真害怕呀？切！啊！要死了！你没有说说我吗？ 干嘛呀？我冷，这风正在。啊！哎，你忘了摸呢？没带着遥控器。 在外边呢，你去哪里？我不行，我不行，我不行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